你们先休息，我去趟天罡殿汇报一下。你就会汇报是吗？你怎么什么事都汇报？不行，不能这么等着，等他汇报完什么都晚了。我，哎呀，我遇到伯妖了，正准备跟踪他呢，结果我刚拐进一个巷子就让人给打晕了，之后我就什么也不记得。为何不等我消息擅自行动？等你，走流程3天都过去了。我与那个伯妖交过手了，他的左臂被我刺伤了，我们如果现在去逐一排查国玉钥匙一定能抓到。排查国玉钥匙需要三大殿的全力配合，等你汇报完黄花菜都凉了。